这是你女朋友吗？哦，不对，我怎么听说你跟江颖在一起呢？我跟江颖在一起？江颖是谁啊？你以为那个是我女朋友？不是那种关系。你是觉得她好像也喜欢你？没有。就是因为这个人看着我长大，他能对我有这样的心思吗？那姑娘不是喜欢你，你直接跟他表白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得追。主要是我家姑娘，她一直都觉得我不可能喜欢她，所以我还是得跟她摊个牌。怎么了？有事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请你吃个饭。老哥哥突然约你，该不会是要跟你表白吧？ 哪儿来的女朋友啊？要不然你给我介绍一个。我怎么也介绍了？我身边都跟我差不多大。跟你差不多大的也行。他是认真的吗？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还能接受，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他应该就接受不了了吧。 毕竟对他来说，我只是一个哥哥。假如我们是现在认识的，他应该能把我当个同龄人来看待。可能在他眼里，我永远只有14岁。